大家好，我是金姐，现在是早上起来还不到8点哈，刚刚下完雨，到我家菜地来了，这里太湿了，这几天一直连着下雨，所以啊一直没来。看看这向日葵也长很大了，但是头还没有长出来，这豆角长得不错，那边的豆角都给拆掉，这地方的玉米也都给它拆掉。西红柿呢，这块是我那天刚刚给除好的，拔掉了，把那个黄瓜。看看这，最近这个是疯长，这个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掉下来了，哎呀，大西红柿掉了。得把它拴上面，还有这边有一堆草，看看这个，哎呦我的妈，又长这么大呀！哎呦，得拿点干草垫一下。看看这里边长这么大一个苦瓜，今天摘回去吧，够吃一顿的了。看看这大蜜蜂正在采花采蜂蜜呢，到处跑，辛勤的小蜜蜂呀。看一下我家的辣椒哈，看一下长得还不错哈，这种是不是很辣的那种日本的品种哈，这边是中国的品种，就是说比较辣的那个。哎，这是小螺丝椒，这个多摘点这样的是吧。今天晚上可以炒那个青椒炒肉，或者是烤一下炸一下都可以吃。看这长豆角长得到处都是，这个没长长。哦，这有小螳螂耶，好可爱。这还有一个大虫子，看这个能看见吗，这个长得好可爱，还是一个宝宝，我感觉它出不了3天就能长大了，上面有个虫子。我们邻居呢自己建了一个楼房养菜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哈。上次呢我有拍视频，但是吧不小心给删掉了。你看看它这里边建了一个大楼房，这个是什么菜啊？看看他家的，里边有那个，这个是专门放那个苦瓜的，吊着一层一层的，还挺好啊。这中间扎这么一个大架子，等到哇哦，看看那边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向日葵。我们家的还没开花呢，他们家的已经结成这样头了，种的早呀。这秋葵长得也太大了，好几天没来变这样了，这还能吃吗？这秋葵你看，感悟手大了，那留着它结种子吧，要不然。摘一些这个小辣椒，这个都是辣的辣椒嘛。这收的也太多了，这，哎呀，有红的，有红绿的，还有这青椒，西红柿也差不多了，就摘下来，晚上吃掉，还蛮好的哈。明年再种呢，就只种大的了，我感觉小的吧不怎么吃。看一下今天，但是啊收获也不少，稍微摘一点哈就能吃老长时间了。其实看一下日本人都种什么菜，这个小西红柿、大西红柿、黄瓜也开始就说不行了。他家的地是种的最好的，我家的茄子是他给的，
看这个玉米，他家的地最肥意，看看他现在也正在干什么，养地玉米，看着西红柿结的，那边更厉害。好多呀，在这儿站着就能闻着一股西红柿味儿，还有那边辣椒，看这个，看这南瓜，我们家的地哈，虽然它结的不少，但是它肥料没上好，因为去年的时候它还就像荒地一样，里边有很多草根儿，我挖呀也挖不出那么精细来，所以就没办法，顺便就种上了。不过今年会好好整顿一下，明年让它结得更好。我现在回家了。今天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个噔噔噔噔大豆，因为不爱吃肉嘛，只好给吃豆子了。我这个已经泡了一晚上了，就说已经泡发好了。我们现在用日本的方法来煮一下，把豆子先放进去，还有呢，再把这个海带，这不是那种裙带菜啊，这是真的，就是那种海带。日本呢，很多都是用来做高汤的。然后呢，再把胡萝卜放进去，再放上适量的水，就差不多没过它就行了哈，就这个样就可以了哈。然后我们来加一下调料，先放上我们的合适套装酱油、味淋、料酒，这些鲜味哈。哎，放点糖。豆子煮好了，今天呢就我们两个吃饭，是不是？嗯，じゃあパパはいないからね。いないね。パパは一人で高級な何かを食べに行ったんだよ。違うよ。他去他同事的饭店里吃饭。いや、絶対高級な店に行ってね。嗯，看一下今天我们吃的菜，一个鳕鱼，一个豆子，一个玉米，一个空心菜。看看今日，もうすぐ夏休みだけど。なんかどこか行く？ユニバーサルでしょ。ユニバーサル？いつ行ったよ。え、もう今日行きたいんだよね。你还没放假呢。え、でも行きたい。嗯，那早上吃饭吗？明日も学校、明日が終業式。あ、21日が休み。だから21日に行こう。哎呀。你坐什么去啊？坐火箭去啊？那你带多少钱去啊？因为还在那就哎，买五十个我儿子说去游乐园只带10块钱能够吗？也可以了。